呦喂，在哪里啊？在那个这里啊，车辆上面还要放这个啊？要放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哎，今天呢开了太阳，要把这个谷子给晒了。哎呀，可能还要搞几条上来，下去把它挑上来吧。多挑几条啊。不好挑哦。还可以。哎呦喂！哎呀！你膀子也能挑吗？怎么不能挑？一二三。啊，起不来，太矮了。这个起不来啊。这腿硬吗？高一点的可以起来。这腿硬吗？那这不能让整理。想懒。懒人就做不了我。哎呀，拿这个了。现在百分之百的可以挑了。这么高了，可能可以了啊。这边呢？这边不要，要这么高了，他们好起步了。哎呀，我发现你那个太高了，怎么上楼梯哟？这个可能要晒两天吗？这个一定要晒两天的。晒两天的可以。晒。应该可以晒个七八条吧。上面有那么宽，可以的。嗯。再晒几天，晒完了就好。小心咯，出去咯。这样子要小心点，晒几天把它晒完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晒完了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啊。事情多的是。哎呀，今天晒这么多天，可以有八条。哎呀，难搞啊！你拿这个木板来做什么了？做那个晒谷子的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耙头是吧？啊，那个耙，朱二师兄的工具。不然那个，看妈拿那手去耙，很难耙的。
对。用这个来搞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快一点是吧？对。这个机子好久没调了，懒得调啊。是啊。可以可以，这要多长来把它量一下，看来有多少个，是不是？对。砍一半，砍掉一半。这么长够了吧？不要那么长，这样可以。到这里啊，从这里到这里啊，短了吧？不短，还可以长一点点嘛，啊，那样可以了。还长去，长去5公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可以了。搞好点哦，好看点哦。嗯，准7公分一个。搞那么光滑去、啊、那肯定好拿一点啦、啊、嗯，不搞光滑怎么像个师傅了是不是？对，搞得搞好看一点嘛。应该也不用那么长吧？不用这么长，怎么要这么长呢？等下把这里小的这头砍掉就行了嘛。嗯，这个有点歪，没有直的了，找来找去只有这根。可以的，不管它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得过且过。哈哈，可以用过去，可以用就行了。对，只要把它修一点点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做一根可以用好几年呢。对啊，只是太不直了。没事没事，太歪了。没事，我们又不用了那个来挑什么，就是拔一下也可以了。哈哈，太歪了不好看而已。我感觉还可以。可以，你感觉可以就可以了。对，你还要到哪里去找呢？是吧？对。有点像了不？肯定吗？这个，可以可以，再去跟他找几个牙来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找那个牙还蛮容易找啊你。是，这个不简单，这个太简单不过了，是不是？燕姐，我还以为你要去拿刀去把那个削呢。不用。这不可以了吗 ？OK 了一个。
这样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来嘛，快嘛。对。哎，你看，这个翻竹子也行，这个。对。这个太薄了，是这样子来，然后它匀匀的，这样子匀净一点，这个。这样还可以啊。肯定啦，这个翻竹子也快啊。嗯。还要匀。挺快的不？可以搞定了不？还可以。这个二师兄的工具还是挺实用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这个快多了，可以了，下去休息了。太阳这么大就收了。这边今天晒一天就可以了，那里还没有收。那个不能太用力了，用力了出米来了不？不是很用力啊。慢慢的，轻轻的。现在扛了就归你了不？可以可以，这个已经晒好了就拿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呀呀！挺重，有几十斤了。可以。快了不？还最后一袋了不？最后一袋。哎，真的。